过李宁签名呢。我上学那时候。好，这样的话比赛已经开始，上优酷看 CBA， 看球答题做心理，灌篮救下红包雨。各位球迷朋友们，正在观看到的是由优酷体育为各位带来的2020年 CBA 全明星赛的比赛。今天这场比赛的解说评述是由杨明指导，苏群老师和我姚群为大家共同带来。好球啊，能不能续上？哇，一连两三分。嗯，有转换，比较散。哟，三个了啊！怪伦，林书豪来一个，林书豪也有啊。对，北区的第一个三分球。嗯，林书豪，对。哎呦，漂亮！潘大军，内线。这个全明赛包括新日赛，谁得分多？对啊，就是，获胜那一方，那就是MVP。邓蒙啊，南区唯一的外援。怪伦就想拿 MVP。没有什么可以掩饰的。对，好球，求胜心去。哎，好球，有了个空中接力了。当一当陪练。嗯，这个打进要加罚。赵继伟，赵继伟，赵继伟，哎呦！赵继伟上高中的时候可是能扣啊。走了，快攻了，孙悦。邓蒙呢也是非常的愿意配合孙悦表演啊，直接是放掉，挺投入的，是啊。石德帅呢，这个因为，哎，这边给的漂亮，石德帅在身高上的比胡金秋战术的，你看没有？在复习研究阿指导的战术啊。应该会比较。好的，有表演欲啊。我在想他们单挑的得分算在个人得分上吗？算了，而且是双倍算。哎，打韩来了，区直入。哎，这是迄今为止最猛的一扣篮了。一号来自八一南昌富豪北龙队这边找到孙悦，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次呢？最深刻的啊，我觉得哪一次都挺深。快下反击了，北区不在乎这个。哎，小川篮下有脚步再传给大韩，好球！今天，嗯，两个人之间的配合。好，收球，这球怎么打？石德帅有没有？郝林，好球！今天，嗯，比较高的是谁？把这个书豪和啊唐海林，天降三打一，三井浩王哲林很能找到比赛感觉，目前因为三分球啊，你是拿就是得有，因为周琦不打嘛，嗯，是。好，这边大王，传的不错。打开了进三分，进了，好的。杨队，杨明队又有开发新武器啊！是。一会儿不断的追完跑，你说书豪还会不会回来？哎，这球打进加罚是吧？对，他不要去琢磨这，因为篮球的规律就是你有谁用谁，嗯，是不是？嗯。你没钱，可以的。这球怎么打？这球穿。来空接了。哎，这个，就我一直不知道，就假设你都没人超过28分，那林书豪那个怎么算？超下来了，加尔川断了。好的，20号，来胡明轩来一个，明轩有了，好球啊，也是导出来的机会，对，很发动长传，林书豪。书豪现在29分，九分，有点乱了啊，乱了。你这样分差，拉开的有点多呀，啊。那胡金秋迅速的追赶了，好球！大韩这是要在你头上暴扣啊！然后这边是大邱28，张瑞28，阿联他不参加了。孙悦。找到陶汉林，好球，啊！如果能赢的话，陶汉林相当有戏。嗯。
别忘了还有赵睿的这边啊，赵睿、哦、是赵睿也三十了，正常打了，就是中锋别投三分，嗯，除非你平常是投三分的。林书豪，好的，哇姐，现在那个不让，哎，你看防的多认真、是吧？哎，这个第四节可以啊，是邓萌啊，这是利用个人能力，中锋的位置，中锋的意愿，啊，这个漂亮，打停了，三分钟啊，三分钟多一些。分差也是非常的小啊、哦，让这个邓萌来解决问题。一、嗯、了啊，又要三分，两三分呢，是吧？太弱了。赵继伟，漂亮，给不来，好的，有了，半、哎、分钟，可能要投。邓萌扑进来，这样的话还机会绝杀啊！这边这是胡明轩，哇、哎，进去了，还有时间，哎呀，多了，被抢断了，太难了啊！这边没了。犯规都抓不着了，没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抓不上犯规了。逆转。最后的剧本是胡明轩绝杀呀！哎呀，给杜指导正脸呢。是，太给杜指导长脸了，胡明轩。这不好弄了，这167-166，南区获胜。这 MVP 不知道那给谁了？是、嗯、啊。